天吧。没问题。再次感谢你，也感谢马丁准将。我会把您的心意给带到的。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得到你们的帮助。再见。再见。猜猜我是谁？英华。二哥，你怎么在这儿呢？当兵了？服装呢？哎呦，二哥别提了，野战医院把我给刷了。啊？不过也好，我照样来到缅甸，还因祸得福，当起了天马行空的摄影记者。行啊，小丫头，怪不得你在这儿呢。那我得祝贺你啊。哎呀，祝贺什么呀？算我倒霉，给我配了个天底下最讨厌的文字记者。你是说水静轩？对呀，就是刚才跟你说话那个女人。哎，二哥，你还不知道吧？她就是水家那个狐狸精。10年前就是她把我们家……行，我知道。10年前咱俩都是孩子呢，这件事情啊跟咱俩没关系。为什么？她害得爹妈不和，害得我们全家不太平。我从小就记着呢。哼。反正老天爷让他落到我的手里，我就让他好看。哼，就你这样，你俩怎么好好配合工作呀？我跟你说啊，冤家宜解不宜结。水女士很有涵养，你呀应该多跟人家学点本事，而不是闹情绪。我不管，反正我要给妈妈出口气，让这个狐狸精没好日子过。英华，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容得了我们在这泄私愤报私仇啊？你来缅甸干什么来了？不就是和同事好好配合工作，完成新闻报道的任务吗？谁没点情绪啊？我还有情绪呢。好嘛，这人人都把这情绪宣泄到缅甸来，日本鬼子别打了，咱自己就把自己给收拾了。而且10年前的事情咱俩根本就不清楚，难免对别人会有点偏见。有一件事情我得跟你说啊，就你这么不管不顾的下去，最终伤害的不是水静轩女士，而是爸爸。二哥，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呀？哎呦，这不是我替谁说话的问题，你这叫什么？叫意气用事。你二哥希望看到的不是你整天要这要那好看，而是啪嗒，段英华精彩摄影作品登上了报纸，鼓励前线的战士和后方的国人坚决抗战，这是我要的。不行了，别撅你那小嘴了。我带你看一下爸爸的宿舍怎么样？爸爸也来了。还有大哥呢。真的？那快走啊走啊走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干啥？我也是刚刚得知。前期进入缅甸进行战略侦察的小分队正好赶到腊戌，他们在仰光和缅南活动的时间不短，所以想请你来一起听听他们介绍的情况。你说的是刺刀别动队吗？正是。哎，听说你们家老三也在其中。是，这小子是瞒着我跑去的。将门出虎子嘛。哎，这趟来要出谋献策啊。嗨。进来。刺刀献血队少校队长许光泽前来报道。你就是许光泽？是。听说你们为了保护重要的机构和人员，这一路上几乎和敌人没有停过火，辛苦了。晚饭吃了吗？没有。赵参谋，关头。是。谢谢。倒就不客气了。我们呢，就是要全面的听一听缅南地区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敌情、气候、交通、地形等等等等，凡是你知道的，我们都想知道。啊，最近这两天，
方失守，已成定局。我们对日作战的计划要重新制定。少校，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哦，还有情况，就我们在缅南侦察的时候，发现日军装甲部队，我把一排留下来铺设地雷。可等到预定地点汇合的时候，一排并没有到，而且电台失去联系。大概在这个位置。带队的是谁？段振国、曹金忠。小娇，你可以回去休息了。金总，我有个请求。说。把我们刺刀留下吧。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缅甸情况非常熟悉，这样可以为大部队打先头啊。当然是好事。那好，我先跟国防部协调，如果他们同意，我就把你们队编入第200师的先遣营，可以吗？当然好了。我还有个请求。说。我吃饱了，可弟兄们还饿着了。一卡车罐头够吗？太够了。车在门口，你开走吧。谢军座。兄妹来看您，未果。未果，我们全都到腊穴了，改天再来。立国、安国、英华，那除了太太，我们段家人在缅甸就齐了。老三的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吉人自有天相，老三，他会没事的。回去睡觉吧。走了。睡觉了，哈哈，没有。昨天晚上我和二弟小妹过来看过您。今天要走吗？对，西南运输处让我把这批物资尽快的运回昆明。嗯。回去以后有什么打算？还不知道呢，不知道上面怎么安排我。对了，父亲，这次您在谈判桌上争取回来的，我没能全运回来。我很抱歉，你已经尽力了，干得不错，已经出乎我的预料了。多亏了那些华侨技工。战争一打响，这滇缅公路的畅通就会摆在首位。你还是回公路局吧。我听您的。要做好两件事，第一，就是要保证滇缅公路的畅通；第二，经常回去看看你妈妈。我们都走了，他很孤单。我知道。啊，对了，父亲，我听说刺刀撤回来了，这两天您就能见到老三了。本来不想跟你说，老三他们排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跟刺刀别动队断了联系了。不过，我看不要紧吧。那个女孩是你带回来的？哦，他叫梅叶，华侨技工，人特别好，能吃苦，还很豪爽。你有进步啊！我见见他。哎，梅叶，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父亲。段伯伯您好，你好，他叫梅叶，南阳的华侨技工。啊，梅叶，就是你说喜欢的那个梅叶。
啊？梅爷，我这孩子没出息，那么大岁数了，见了女孩还脸红，所以到现在也没娶媳妇儿。他不娶媳妇儿不要紧，把我的孙子也耽误了。父亲，我的话还没说完，你们在一起工作，一定要帮助他改掉这毛病。啊，那个，我们真得走了，您保重啊。小嬷嬷，再见。再见。段仲仪啊，德培啊，是我呀。吴院长你好，请问有什么指示？我告诉你啊，罗斯福总统已经正式向中国战区派了一位参谋长，这个人叫约瑟夫·史蒂威，你认识吗？史蒂威啊，认识。这位史蒂威将军明天就飞到腊戍，你要代表军方到机场迎接一下。明白。我去机场迎接他。我还听说史蒂威对中国的情况还是比较熟悉。是的，据我了解，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0年就来过中国，后来又多次在华任职，当过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当过美国驻天津步兵团的营长、代理参谋长。我是在搞军事交流的时候跟他认识的。他喜欢中国文化，能够说流利的中文，在国内跑过很多地方，所以在美军中被称为最精通中国和远东问题的军官。哦，那这么说，史蒂威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还是比较合适的了。也许吧，也许罗斯福总统派他来华助战就考虑了这些因素。这样吧，你接到史蒂威以后尽快陪他一起来重庆，其他事情见面再说。是。史蒂威，中国通。钟义兄，喂，刘先生，哎，走。我刚听说，让你陪史蒂威将军同往重庆。是。刚刚接到命令，我也同机返回。啊，那太好了。一些背景资料我那里有，如果需要可以直接来找我。好，谢谢。不必客气。前一阶段我们的合作颇有成效，也堪称愉快。我想我们俩会继续携手合作下去的。嗯。哎，我倒是有件事情，想得到你的帮助。请说。报告，史蒂威将军的专机已经到了。走。这个说明谁的脑子好使。老夫人在美国怎么样？还可以。侄儿侄女呢？都好。都好。For a man that's just taken a long plane. Well, you know, it hasn't been on the battlefield a long time.
So, Brigadier General on up, give me the rundown. You'd like a briefing on this now, sir? I wouldn't be in the car if I didn't. Start with Du Youming. Okay, Du Youming. He is Chiang Kai-shek's top man. He's a controller of the only mechanized army in China, which is the 5th Division. He's also battle-hardened. He's wise. That's it. That's all you got on the most important general in China. I can give you a briefing in the morning, sir, if you're just 38 years old. He's one of the top students of Hongbo Military Academy. He's China's first head of the Iron Mountain Force. He participated i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When he was 28 years old, he became a teacher. At 34, he was promoted to rank of lieutenant commander. Du Youming's talent, experience, and also used in running the army. He was also personally involved in training personnel, and also invented the slogan. Sweat more than before, less bloody war. His name is now legendary since the war for Hubeiko against the enemy and the Songhu Champion Operation. 3 years ago, he personally directed the Battle of Kunlunpais. Du Youming has become a renowned anti-Japanese national champion. Brigadier, am I right? Yes, you're right. He's right. Who is this guy? Who are you? General, my name is David. I've just graduated from Howard a year ago, and I'm the translator for Brigadier. Burmese situation, all the generals, you're up on all that? Yes, General. I've done some research. Martin, I'm gonna have to borrow your guy for a couple days. Sir, please, he's... Yes, sir, of course. Don't give me that face. Suck it up, let it on this big chair.你去试试。嘿呦，行了，过来商量一下。志国，我们不能待在这儿了，得想个办法。我觉得，咱得往北撤。咱们刚把日军的装甲车炸了，日本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日军主力已经发动进攻，四周都是鬼子兵，徒步北上等于自投罗网。那怎么办，排长？待在这儿，要不然被鬼子打死，要不然就饿死。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先向西，再向北，绕过日军主力部队，再想办法和巡营长会合。现在只能这么办了。别冲动，是一个国人，应该救。
今から見ると先日爆破しそうだ装甲車もこいつら品ゴンジの仕業だな。捜査隊を手配して特殊兵を捕まえろ。はい。 家伙是个军官，人是救下来，又多一吃饭。S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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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Don't be afraid，Don't be afraid，We're your allies，We saved you，Chinese soldier。 Chinese. Yeah. Chinese. You are safe now. Please tell me, what is your name? James. Robert James. Robert James. Artillery Lieutenant, 17th Division of the British Army. 他叫 James. 英军时期是炮兵中尉。林子，问问他附近的情况。 Can you? Don't you intend to eat breakfast? What's the matter, sir? Say, don't you intend to eat breakfast? Of course we do. But the question is,
Do we have breakfast? 詹姆斯说：“我们打不打算吃早餐？”笑什么？你告诉我，再胡说八道，把他吃了。别没完没了，就你话多。This man appears to be very angry. I mean, I can invite you to have breakfast. Mr. James, this is not a good job. Careful about that. Maybe they will eat you. Honestly, I'm serious. If you want to eat, I'll order it out of the British Royalty to help you. I know that there is a hidden warehouse of the British Army not far away from here. We store biscuits there, canned food, rifles, and ammunition. Are you sure? Yes, for sure. God, 排长，有吃的。哪呢？詹姆斯说，附近有一个英军仓库，里边有饼干、有罐头，还有枪支弹药。罐头全部带走啊！就三个，能吃一顿也不错。联系不上，又没吃的，怎么办呢？你就好了。炮兵连就住在当地，对这一带很熟。弟兄们，准备北上突围。
Hello, be quiet. Be quiet. Okay. Hello, Sergeant. Hi, madam. Sergeant, you are really working hard. There is absolutely no need to strike such a high wall. Interviewing people is a reporter's work. We simply want to publicize the determination and courage of the Allied forces to defeat the fascists, so as to inspire and comfort those whose lives and properties are trampled. But I have to execute my officer's order, madam. Oh, no. Please be flexible. Let me go in just one person. Okay. Sorry, that's impossible. I'm very familiar with General Stilwell, the China expert, and I'm from China's top official news group,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So, you should help me instead of stopping me. Right, Sergeant? Sorry, without special permission, I cannot let you in. Hello? Ha! 比我倦 OK? Did you hear? She asked me to go in. David，你能帮我进去一下吗？我想当面采访一下史迪威将军。跟你说实话吧，这见面会马上就结束了，你也采访不了多长时间。哦，要不这样吧，将军马上就飞重庆了，你还不如直接去机场采访他呢。哎呀，这个主意不错，谢谢你，David。不用。好，我佩服你的能力，你问吧。你已经正式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您可否预测一下，在与中国远征军将士合作中，又会出现哪些问题？如果我站在你面前说不会有任何问题，那我就是睁着眼说瞎话。但是，我们都是同一个目的，打败日军。如果我们都记住这个，任何问题都能解决。说句题外话。听说您在美国的军校学生给您起了个绰号，叫 Vinegar Joe。有这事儿吗？有。为什么？很简单，我事多，脾气大，爱骂人。但是我的责任不是让这些孩子们喜欢我，我的责任是让他们到战场上杀敌人，活着回来。Martin。Thanks for the 24-hour escort. It's my pleasure as always, General. Maybe, but I got some bad news. What's that? Well, you know how I borrowed your translator? Of course. I'm not going to borrow him anymore. Okay. I'm going to keep him. If he thinks that's a good idea. It is. Oh, I'm sorry, Brigadier, if you're okay with me. You take care of yourself out there, okay? Thank you.一言为定。Yes, sir. All right, you said you should know goodbyes. 不是的。All right, let's go. 谢谢你呢。嗨呀，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这次这么重要的采访。你永远那么客气。哎 ，David， 给我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好吗？没问题。这次不要忘了写中文姓名。
走了，再见。再见，爹。段安国，段安国。继续携手合作下去的。如果有什么事，不妨对我直说。那我就冒昧了。我有个莫逆之交，叫邓云阶，是民国初期的外交官。1919年，因为反对在巴黎合约上签字和对日本割让山东，并揭露内幕，为当时的军阀政府所记恨。他们夫妻俩于是双双被谋害。被杀之前，他们反被诬为汉奸，并上了报，所以至死都不能瞑目。多年来，我一直想为他伸冤，可是求告无门。想向你水次长求助。啊，他留下了个孤儿。如果水次长肯出手帮忙，仲义和邓家的孤儿将感激不尽。这个案子我知道一些，是个历史的悬案。不过，在外交部的档案里，还有一些未解密的文件，我会尽力而为的。感激不尽。欢迎你，史蒂威将军。我很高兴来到这里。Welcome to China. It is an honor and a pleasure. The pleasure is all mine.史蒂威将军的到来，是中美两国友好关系的伟大象征，是同盟国间团结一致的伟大象征，更是开启我们两国军事合作的伟大象征。它的意义是重大的、深远的、无可比拟的，必将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国际影响。我们相信，我们与史蒂威将军之间的携手合作一定会是诚恳的、坦率的、友好的，必将结出丰硕的果实。十分感谢姜委员长刚才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我是个军人，我来到中国是为了打日本人，所以我还是开宗明义的谈谈两个实质性问题。首先，我想向姜委员长和各位介绍一下我的具体职务和职责。我在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同时，将同时担任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司令和分配美国援华物资总负责人等职务。军事职务的职责和权力都是条理条令明确规定好的。我将在蒋总司令的总体战略意志下，行使前线的具体指挥权。而分配美国援华物资总负责人这个职务，确实以前没有，需要说明。之所以设立这个新职务，是因为在以前援华物资的管理和分配上出现了若干问题，这些传到美国国内自然会产生疑虑，包括质疑这些物资是否真正用于对日作战。因此，为了减少损失，
提高援助效果。美国有关部门要求对援华物资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而这个责任由我本人来担负。今后援华物资装船离美后将由我负责接收，只要我尚未把这些物资交付中国，其所有权仍属于美国。这就是分配美国援华物资总负责人的职责和权利。